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我蹲一蹲两蹲，蹲如果蹲超过十吨会漏尿，也不会，啊、也不会，也不会。我十吨哦，蹲完以后，我卡成刚刚那被偷被偷。你老实说，你有偷偷喜欢我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谢谢各位，今天是星期几啊？星期五晚上。小朋友就唱有没有体力充沛，脸不红气不喘，完全不会有这种脸白的问题。旁边惨叫两句，你脸白成这个样子。我刚刚我刚开始蹲了两下就这样子。对，你看他们都没有这样子的起伏，完全没有，轻松，连那个喘的感觉都没有。来，来一个一个介绍一下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 Orange 的小苏伟思俊，小苏伟 ，Orange 了啦。大家好，我是 Orange 的小阿迪乐云，小阿迪，
大家好，我是 Orange 的小 Toro 永恩。耶 ，Orange 里面的小 Toro。大家好，我是 Orange 的小坤达玉里。大家好，我是 Orange 的小牛奶泽哥。哎呦，哦，小牛奶泽哥，小牛奶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哇，一二三四，你看五个人，然后 Energy 也就因为这一次有没有小巨蛋演唱会，对啊，每次都爆满呢，现在要到高雄去呢，对啊，哦，每一场场都是爆满，然后哎，你有跟他们见过面了吗？有合体耶，你看，哇 ，Orange 要让 Energy 知道什么叫做十六吨，对对对，你们这样蹲起来，而且很低，还可以翻。你们的年纪加起来跟宪哥差不多，哎，真的，对，真的差不多，哎，因为五个加加，然后因为我蹲一蹲两个蹲，如果蹲超过十吨会漏尿，也不会，也不会，也不会，我十吨哦，蹲完以后，我卡成刚刚那被偷被偷，被偷了，认证的是哪一位？哪一位？永恩，你真的麦克风麦克风，偷了，我跟你说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我们那个他们演唱会那一天，我们就是有在外面快闪，然后快闪完，我们有进去里面看他们的演唱会。然后就是我就是偷偷经过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跟他挥手，他就看到我，然后他就跟我跳那个星期五晚上的舞步，然后指我，然后他就跟我打招呼，超开心的，超开心，超激动，真的，真的，太兴奋了。那你原本是最喜欢他吗？而且还有影片呐，有吗？真的真的来看，真的吗？来看一下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哦。哎呦。哦。好兴奋哦。哦，真的哦。哎，永恩，你有没有胡乱呐？那你那么多人，你哪知道他在？真的是你吗？你肯定胡乱没啦。那他跟你做那个动作是什么意思？对呀，他这样比你，应该就是说我就是穿他那个星期五晚上的打歌服。哦，对，所以刚偷了有做这个嘛？对啊。哦，那应该就是在跟他有啦有啦呼应，没错，是他啦，很棒。你看他那么兴奋，然后你们未来搞不好也可以出一张唱片哦，对不对？韩国的有练习生有没有？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练习生，未来的希望就是在你们身上。而且他们真的很辛苦哎，你以为他们很简单？我们来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们来搞到一个大的市场，让他们未来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表演，有舞台，把这个大的舞台交给他们。小朋友他们需要的就是未来的感觉。我在讲什么？你听懂吗？有吗？不太了解哈，那不懂要问啊，没关系，单靠这个体力就可以跳完，也没有在那喘。完全没有，膝盖又好，对，而且我要说，刚刚哦，一边跳的时候，他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他刚光做这个怎么样？他做这个的过程最好，表情很好，然后还偷，你要不要再偷看我？你要不要再做一次？你刚什么？你刚什么做？然后看露露姐姐，你怎么做？哎呦，对对对对对，他就这样子打开，然后这是我的心，露露姐姐，哇！你老实说，你有偷偷喜欢我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就最伤了，对，好，谢谢。他谁哭了？谁编头发编到哭了？你啊，哭了，很痛是不是？啊，这个要哎停啊！因为他就是编发要把头发拉很紧，哎呦，然后头皮就会被拉到，然后就是会很痛啊。这样啊，你每天都要用吗？嗯，没有，就是有就表演出去表演，或者是。那我想问，那你们是怎样说部最输的要演头楼吗？因为要很痛啊。对，你们怎么分配角色？怎么分配？就是老师觉得我们各个适合谁哦，老师决定的，谁像谁就是谁，对啦，都有特色。乐园。成团以后标准呢变严格了，以前不严格啊，以前很随便，很自由吗？因为我成团之后，老师你这个眼睛也是绑太紧出来的，没有，他也是都绑到天生的，天生的，天生的，妈妈帮他绑的，所以老师没有安排他演脱了。妈妈，我头发是不是绑太紧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小牛奶的笑啥？笑话要讲简单一点，对，小朋友听得懂啊。真的，现在严格吗？怎样严格？以前不会骂人，现在会骂了。其实都比较严格，可是我们成团 Orange 之后呢，我们老师会有更高的标准，哎呦，来
看待我们这个。你今麦是要出来选船长哟？啊，是要出来选李总？这个是啦，这个哦，嘿，对，这个哦，他就是看待我们，比较说很严格这样，嘿，对，这个哦，一起呢，训练犹如作战。我也是很认真的。哦，好好好，抱歉抱歉，好吧。然后看到我们这个，哎，每一个小朋友，哲君还有女同学，哎呦，都开始喜欢他。你看我就知道，这一个女同学来的，你一定很多女朋友。帅哥，小时候跟我一样，也是这种帅哥型的嘛。哎，干嘛拖人家下水？有女同学会来找你啊？帅的，假的。不要有偶包讲啦，真的，是真的。那是什么情况？真的，每次上课完下课嘛，然后就有很多女同学就在我们教室门口等你。对，真的假的啦？那他们彼此会吵架吗？说，哎，我先等他的。不会。那大概几个？有人跟你说重话吗？什么？哲君，哲君，大概15个左右。哇！其中有一个一看情况吃紧，哲君，我怀了你的孩子。就是个孩子，只是个孩子。你几岁？你今年几岁？今年10岁。10岁而已啦，那那些小女生她们手上有拿什么东西？她们会签名吗？签名吗？啊，没有，都两手空空啊，就想看她而已啊。OK 呀。哎，我是女生，我也喜欢你好不好？因为刚她不喜欢我。他们每一个都很稳，他们在表演的时候还会一直瞄我们那边。对对对对，眼神是很坚定，不会怕的。让我们看到台湾的未来的这个流行音乐的一个希望，好吧？好，你们再继续好好加油。加油，加油！小 energy。